翻看阅历，地图上显示不同的标记，不管是淹水灾害浅示图，还是坡地灾害，通通都标示的一清二楚。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上面，这个黄色的区域是顺向波的分布的位置。嗯，好，那这些绿色的这些原色点点呢、啊，是过去在基隆市发生坡地灾害的位置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绿色点点非常多，那是过去十年内发生过的历史灾害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还有不同的颜色，有别于一般常见的水果月历，消防局以生根执行计划执行团队、海洋大学推出全国首创灾害浅视图双月历，希望透过月历上清楚的标示，让民众对于防灾避难都有所警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月历哈，它虽然不像水果月历这么讨喜可爱，但是这一个灾害浅视的这个地图在基隆市啊。 放成月历的形式，这是第一次推动。那我们制作这个很精美的日月历，基本上可以提供基隆市民啊比较知识性，好，尤其是针对基隆市它的整个韧性防灾的这个部分，可以让市民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波地灾害的分布，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地区它过去发生灾害历史的频率。那在韧性社区的推动上面呢、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基隆市市民啊，也对。 我们的居住的社区的安全，尤其是天灾各种玻璃灾害的这个安全的防范，有很强的这个意识来推动。那所以，我们今年推动的这个玻璃灾害以及灾害的前世地图啊，基本上希望提供基用市市民啊，能够有更多关心自己家园，在整个灾害防救上面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位置。那也同时啊，可以提供居民在 它附近的环境上面有更深一步对于灾害防救联结上面的一些呃知识的提供。对，前世图纸阅历哈，当然，诚如我们呃顾老师所讲，没有这么华丽哦，没有像我们很多的一个阅历做做做的这么华丽。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图纸主要也是发给我们各里呢，哦，让他们去随时哈、哦、都可以注意到我们整个灾害的周边哦，我们住的地方。 哦，我们工作的地方，哦，周边是不是有一个前世的？哦，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个一个一个地方。那同时，哦，那这些图纸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资料呢，哦，都可以做我们万一碰到灾的时候呢，怎么去做相关的一个应那这个事情我们都有花，呃，给所有的你，哦，甚至到零。 啊，那我们也有在网站那边也有放置这个前世图纸哈、哦。那其实在我背后这一张，它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复合型的哦一个前世图纸。那呃,呃，我们可以在这个图纸上面可以看到哦，包括水灾、海啸、河灾或是土石流等等哦，他们的一个一个前世的一个地点呢。 哦，都有呈现在这个图纸上面，那甚至在这个图纸上面，我们也有一些我们救灾的量呢，哦，也有呈现，包括我们的救灾的战力，我们潜水队，哈，或是我们特殊队，哦，或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呃消防车辆，哦，还有我们的救护车辆，哦，还有医院，哦，分布呢，都有在这个图纸里面。 双月历目前印制了五百份，将分发给各区公所及参加任性社区及较高风险区域的民众，希望对于常见的淹水、坡地灾害及火灾灾害，第一时间有所警觉，减少生命财产损失。记者黄少明、金融报道。